大家好，我是耀西，欢迎收看《翔的世界》。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贴纸。首先，这边是库巴，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坏坏的库巴，还有他的小兵。上来这边是鬼鬼、库里宝和耀西，这边是我最喜欢的。接着上来马里奥，哇塞，这个主角未免有点太多了吧？要是接着是先拍一下星球，有点库巴的各种，这是拉里，第二个我也不知道，那就很多很多。下一个这边就是路易吉，然后这边就是各种怪物，然后这边又有马里奥，然后这是耀西的女朋友，然后这是耀西。罗杰塔，然后路易吉，然后这边又是马里奥跟路易吉，这边是公主类，然后这边是库巴七人中各一只。那今天影片就先这样啦，拜。